一堂速学狗仔按摩。狗仔四围望找什么呢？原来找香薰油准备探按摩。近年很流行狗仔按摩，适合任何年龄的狗仔，可以预防病痛，舒缓肌肉疲劳，方法容易，一堂学得识。首先用双手由头到脚扫三次，再按额头，然后眼角太阳穴，按嘴和下巴，可以减少皱纹。按牙肉可以增强牙齿健康，轻拉有很多神经线的耳仔，再揈几次。跟住就是颈背和两侧的肌肉，到上身沿着肩胛骨按下去，还有心口，打开双腿，按脚趾触扑，翻回背脊，先打大圈再打细圈，在背脊扫向肋骨，老一点的狗仔就可以由肋骨扫回去背脊，有助血液循环。按腹直肌，有助畅通大小便，轻扫后腿和屁屁。最后是尾巴，先打圈再轻拉，然后拉起背脊的肌肉再往下接。哇，按完，冧晒。